七星景明，繁花盛开，京城赏花去哪里？快跟小仙来一场寻花之旅吧，走吧。翠条多丽引风长，点破银花玉雪香。当百花还在枝头休眠，玉兰花便已含苞待放。玉兰花一开，便代表着北京的春天真正到来了。那么第一站呢，小新带大家来到的是天坛公园的斋宫，观赏玉兰花。斋宫是古时皇帝行祭天祀地典礼前斋戒的处所，穿过月亮门便看到参天的古玉兰，一束锦绣，馨香满园，白如玉，香如兰。斋宫里的玉兰花开正好，数百年来阅尽人世繁华，如今也吸引着一批批游客合影留念。红墙黛瓦凸显玉兰花的冰清玉洁，气韵幽芳。那么春天的玉兰花在天坛公园是最为独特的一个美丽景象。小园心种红樱树，闲绕花枝便当游。想要来看樱花呢，就要到达玉渊潭的公园了。那么这里的樱花呢，分为早中晚樱，一共有40多个品种，3000多株樱花第次开放。那么吃着限定版的樱花冰激凌，可谓春天的仪式感满满了。那么来到这里赏樱花，怎么能够少得了樱花口味的美食呢？当当，看到没，这一车全部都是樱花口味的小零食，然后有薯片啊，还有饮料，最重要的呢是还有特别漂亮的樱花口味的棒棒糖，这个是用来拍照的神器，特别的出片哦。这个小团扇也很可爱，有没有？就是后面就是玉渊潭。我现在到达的地方呢是樱花风铃驿站，可以看到啊，这里布满了风铃，人们把自己美好的祝愿呢写在纸上，希望让风把它们吹向更远的地方。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，云城墙外的杏花开了，大家跟我一起来打卡吧。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是原北京内城城垣的组成部分，现存的城墙遗址全长约1.5公里。除了城墙遗址外，公园还保留了原有的200多棵古树。春季来临，这里的鲜花也第一次盛开。这里不仅有杏花，还有50余种、近1000株梅花、海棠和玉兰。其实赏花呢，最有仪式感的事情呢，就是在这些草坪中捡一些掉落的花瓣，然后来一场花瓣雨。野草萌芽，垂柳吐丝，山花烂漫，京城已进入百花齐放的盛景，我们的寻花之旅未完待续。